Depusheng Q5 有线话筒接这个电脑进行这个录音测试。我们现在这个收音距离大概是这个1米左右，然后我们再准备演示一下。Hello， 1、2、3，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大概2米左右的这个距离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麦克风这个收音的效果还是非常清晰的。咱们再走远一点试一下。喂 ，Hello， 1、2、3，现在的这个收音距离呢，就大概是这个3米左右的一个收音距离。我们可以看得到麦克风这个收音信号的话都是非常强的。